三民一分局三民派出所报报辖区内某位叶姓里长候选人报案称于10月26日20时拜票过程中疑似遭黄染骑乘重机车尾随意图冲撞还好他闪得快，仅有脚踝受伤越女称对方是故意擦撞，因而心生畏惧，至派出所报案。严警获报后立即调阅现场监视影像循线追查，掌握黄染身份后通知到案说明。警询后经请示高雄地检署依妨碍自由及选报法相关罪嫌报警侦办。那三民一分局对于选举暴力本分局绝对零容忍，亦不容许任何帮派分子境外势力以任何暴力方式破坏国家安全，危害社会治安。本分局并做好万全准备贯彻严正执法决心，确保选举工作顺利圆满。